没看转播呀、啊？啊，给我的是吧？给顾海的，给谁吃的？你说顾海吗？给我的是吧？给我大儿子吃的。小林，小王，怎么办？你刚不问过来？你有病啊？给我的是吧？帮我吃药啊！你是顾海吗？你是顾海吗？我是顾海。哦、oh, ，你的性格跟白洛因像吗？我就是白洛因啊。其实你觉得我们像吗？我觉得像吗？我和白洛因的话，就是有的时候平时挺闹腾的，但是我有的时候跟白洛因挺……他是性格本身就跟角色是很近的，对，他跟那个顾海这个角色比较贴切嘛。啊或许有一天